我们五个老闺蜜齐心协力要做一件大事。注意情绪节奏，音乐起。我以后就专业打假，专治男人出轨，专业手撕渣男。你现在单身？嗯。你是不是寂寞啊？闹了半天她不是你媳妇儿，脚踩两只船。那你还是着想了吗？你臭！你们这五个老太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啊？回去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没有恋爱过。他说的不对，不管他是个科学家还是大明星，小三就是小三。诬陷我！我这么漂亮，他老婆怎么能出轨呢？他追求我那会儿，我都不同意。你说他现在怎么这么对待我呀？为什么要介入别人的家庭？道义有道，你骗人就是犯罪。明天我在人上面收拾你！骗我怎么了？还大光明正大跑啊！打得他不敢出头，这叫擒贼先擒王。明明是乱军阵中取上将首级。谭孝坚兵不血刃，我们要的就是这种震慑感。咱们几个现在就像是打了胜仗的女战士，咱们就是一等一的女子天团组合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和他不一样，你的儿子和他儿子也不一样。我堂堂一个高级知识分子，但是我儿子居然能堕落到如此地步。妈，停停。哎呀，您知道那个酒我是当多少年吗？是多少钱一瓶吗？妈，你们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。哎妈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您就不要管了好不好？你跟谁在一起是我们全家的事，天天的光谈恋爱不结婚，这一天天的不找对象，你想干嘛呀？你要气死我呀。哎，贝雷呀、啊、贝雷呀、啊、哎呀贝雷，跟妈说说到什么程度呀？哎呦妈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把我跟那个男人扯一块儿。哼，冤家路窄呗。给我下来，你们这帮人贩子。丫丫，你搞什么乱呢你？哎呦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亲妈才能对你这么做。我是长辈，我不能坏了这个规矩。Yes sir, madam。 你个臭小子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你妈。哎，贝雷，你这出来管管你妈吧。哎妈。妈。妈。妈妈，您呀有这功夫管我，您赶紧管管我姐吧。你姐怎么了？都快离婚了都。冯强，我想跟你离婚。离婚可以，我要去离婚。好，我奉陪。我没白天没黑夜的为这个家里操持，是为了什么？我不求他们大富大贵啊，可到头来一个比一个会折腾。也许我们没有明白一个道理，母子父女一场，就是要目送的孩子们不断的远行。照片上那人是我儿子，已经过世了。一直以为他能够挺过来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还是活在了过去。其实我心里都明白，你们天天到我咖啡馆坐就是可怜我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他说的是人话吗？你不看看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天天人家哄着你啊。梅姨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有的人一辈子都走不出来。看你的 CT 显示，右肺上叶暂未性病变，目前确诊为晚期肺癌。我不接受化疗。如果延长我的生命是要让我付出痛苦的代价，我宁可现在就去死。你怎么这么不相信医学呢？出去，通通出去。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好朋友一天一天的恶化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我多么希望像你们一样好好的去生活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，里面爬满了虱子。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，更何况咱们是老闺蜜，什么样的结解不开呀？从今以后，我们老闺蜜抱团取暖，让他们看看吧。我们离开老公孩子照样过得更精彩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老闺蜜养老社团正式成立。耶、咱室友当得有多棒啊，能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共度晚年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。这就是我们五个的会所，这是咱们的家是吧？这几个朋友我是交着了。我知道你特别坚强，
但是我们这些朋友的义务，就是让你不必坚强，不必隐忍，卸下肩上的担子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在我的有生之年，我认识了你们，是我的幸运。就算是为了这份友情，我也会好好的照顾好我自己。友情万岁！出品。